你不是有家里的钥匙吗？回家等我呀。 一个人啊，明明呢？哎，老方，太晚了，我回家了。别，你等会儿打车送你去。爸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老方，那我自己走吧。啊，你慢点啊。哎呀，一间租屋里有那么多人。 如果遇到借款的事儿，你怎么处理？我最穷，没钱。拿了2个月工资以后，你还能这么说吗？同在一个屋子里的同事，不打算相处了？工作不仅要做事，还要做人。那，装傻呗。没用。哎，红什么事啊？流动性那么大，过几天就换人了，讲究不得的。即使是在一起工作2个月，也要把关系维系好了。 挣钱不容易，所以往出掏钱的时候，他格外慎重。借款这种事呢，新鲜出炉的牛角包，我本来是打算吃新鲜念念的牛肉面的，结果呢，被这路过的牛角包给香的不要不要的，我就立马买回来了。听说这牛角包搭配牛奶，非常的好吃。懂，我有牛奶。 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嗯。今天这么早起来，等一下有约会啊？我拒绝了刘四的邀约，打算好好学习。前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而且听你说感觉刘四还不错呀。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，我现在在婚姻市场上的行情之所以能够触底回弹。 是因为我非常侥幸的成为了一下技术精英，但是我自己是什么成色我知道呀。如果我不全力以赴敢跑出去谈恋爱的话，分分钟被打回原形。再说了，留宿加比马祥东加乔迁更好，连马祥东父母都嫌弃我，谁知道留宿爸妈会怎么挑剔我？我还是先做出我自己的水晶鞋吧，我现在可没有底气穿上0.会消失的魔法水晶鞋去搞虚假繁衍。